大哥找来的老纸币值多少钱呢？老纸币你家收不收？我们一直都收啊。嗯，在家里面那个，我翻箱倒柜找来的。那你这么多，这都是裸钞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当时在这个老爷子的柜子里边找的。哦，你这是一分的啊？188贯的，这一分之前我们那个年是那前几年都是整那个帆船啊，都折纸的用了。这种值钱不值钱啊？这种一分的。嗯，你这张值钱，这张不值钱，这两张不一样，冠号不一样，它这个你看这个看一下这个光泽度也不一样，下面这个是 18K，对，这张能给你个200块钱，这张。一张200。对，这一张给200，这个这下面好几张了。你别慌，我先跟你讲清楚，这一张200，这一张200，这一张2块，这出那么多，老板。对对对对对。没有问过吧？对，不，确实这样，你可以去问啊。这两张就是202块啊。202，对，我看其他的啊，这么多是不是？这个我看一下，这几张啊。那几张太旧了，我看。对。旧的值钱吗？旧了不值钱了。这品相不一样的啊，或者是品种不一样的，我跟你说明啊。这个给你按十块钱走啊，这一张。十块钱一张。对，37罐啊。没有忽悠我了吧？没有，这张啊，这张可以，这张是010。他们两个长得一样，都是2块钱一个，10块钱的不一样吗？你看那个颜色，颜色都不一样，冠号也不一样啊。这010罐呢，给你100，这张给你100。100。对，这010早期罐。那行吧。还有这个也可以，这个给你十块钱啊。十块钱。啊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我给你看好，看一下啊。我搞错了，老板啊。哦，这张可以，这张给你350。这张是350，这个是太白金星，这一张。哎呦，这张是太白金星，看你这个。我也不了解。这个上面你看这两张对比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一个白比较一个比较暗，是不是？这350啊。那行。这张就不值钱了，这张给你5块钱啊。5块钱。这一分的它品种也不一样，每一张。两分的是不是老值钱了？不，两分的不值钱啊，两分的确实不值钱。两分的上面这个品相新的给你10块，下面品相差的给你5块。这是15啊，你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来那么多也不值钱呢。家里面老一辈留的。这个是下乡一角跟纺织五角，这两张品相太旧了，给你两张给你一块，给你60块钱吧。60块钱。对，60块钱。哎呀，这么低啊。对，大桥两角这两张。哎，这两张也给你按60好吧。60一张。62张，这两张一块两张。一张30，那行。就是120。这一分呢，给你10块。10块。啊，这个老1块的呢？1块的3.9，96年的啊，96年的给你150块钱一张。150。对，报的号啊，报的号给你150。这是大团结啊，这两张品相新，品相好，这两张现在我们就按到200块钱一张。两百一张。对，200一张，200就是400块钱嘛。400。200400。这个是拖拉机多少张？有6张吧，好像6张7张。7张啊，7张按80。80一张。560啊，给你600好吧，给你按600好吧。600一张，那600。行。10块的，这是410元。这个也是新的。你这个有值了啊。2、4、6张，按6张的话，给你按60。60一张。360。360。360。这没有特别值钱的东西啊。对，没有。这都是不是它老纸币都是按有些品种不一样啊，品种划分的啊。这个量少料多是吧？对对对。你这个整体给你等会儿给你算一下啊，没多少钱，不超过500块钱，不超过1000块钱。行。好吧，那我收了啊。好嘞。今天一个朋友介绍上一位老人家，看他家里有啥收藏的。有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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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这个一个我们帮的老大爷，然后今天那个有点东西，托你看一下。行，走，咱们看一下。就在这里，刚才那个，我给他刚吃过饭。哦。收藏了好久啊。是吗？也不知道。来，咱拿出来看看，看看收藏的啥宝贝。哦。哎，大爷，啊，这是我大爷啊。哦。大爷，你那个东西，哟，这老人家，找个人过来看一下。你过来拿过来看一下，看这边，
看看。有。今天等了几天了，跟这老板联系，嗯，到时间帮忙看一下，看看。行行行行，哟，这老人家挺不容易的，你看。小心小心。行行行，老人家比较辛苦。没事，是看着确实比较辛苦。我们家庭不让拍照啊。没有还没事。没有。你准备一下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咱们有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嘛。好好。哟，看看老大爷收藏的。哟。啊，还弄得挺好。哎呀，还有几个鸭蛋啊。来来来来，啊，好好好，这东西来来来来，来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面看吧。嗯，放在哪里？放在这凳子上看吧。啊，放凳子上吧。行。好，都是古老的东西啊。好，老板你看一下。行行。这个收藏了好久的，收藏了好久的。好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嗯，咱们看看。你看。好，来来。啊，好，我给你看一看。哟，这是那一个一分的。一分的，这是哦，这是一打，挺新的，保存的挺好的。这个都是很古老的了。对对对，这也是一分的。收藏了几十年了，老人家。这应该是看上去是一刀。如果说这一个带数字的阿拉伯数字的这一张这一刀的话，那就值钱了，一张就卖300多呢。要是带数字的，像这个现在的这一刀只值100块钱，要是那样的只是3万多。哦，这个，这就有差别，对，像这样的现在100块钱，有这些也可以。这是一元的拖拉机，莫文的吧？这是啊，90年的女拖拉机手。这是车工工人那时候纺织，那时候那个2元的，这个挺值钱的，这个现在3000。大爷，你换这个东西现在很值钱的。你换多久了？对，你换的挺新的。我刚才听你说还有家里边还有一点是吧？到时间也看一下。哟，这还有一个2元的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换的很好，那真不错啊。是以前那个。大爷，这你咋弄来的？那这都是国上下的，我有那个100的，能那个滚金拿走了。哦，100的是吧？那个那100。这也是100张。这个现在是80的，这个值4000。那个是个人证干啥的？这都挺值钱的。等一下我们合计一下，给大家一个价格高的价格，行吗？总，到时间看看吧，看看。嗯，对，反正这能量能，大爷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换点钱，行吗？行行行，现在就这么多啊，改天再找出来了，我再来看。好，行，好好好。好，行嘞，好，行，这一会儿啊，对，这是一分的，这是100张，这两个是200张，应该是。行，那是红高的观众，那个找一会儿、二会儿的、五会儿的那的，你找找都可以收，咱们都可以回收。家里的环境啊，比较简陋啊，我找找去吧。好，那你再找一下嘛，对，你找一下，让他等一下，等一会儿那个再看嘛，啊。你去找一下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等你一下，啊，让那个老板等你一下，找一下，慢点，我找吧，找出来吧，好，找出来，找出来，啊，我住不往外了。你好，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我这里有一套纸币，你帮我看一下。这是。这是我爸在那个。那个古货市场里面，他花2块钱淘的，不知道你帮我，你这里有鉴定老纸币吗？不是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？那你这2万块钱肯定值啊！你这2万块钱，是这样吧？我先给你看这一张啊，2万块钱肯定是值啊。假如说是真的话，肯定是值。我先这样跟您说啊，然后你这一张是那个2板币的那个。大面值最大面值的一张大黑石啊，也叫大白边儿。但是你这一张的话，如果是真的啊，这一张就能给你做到一个十几万、20几万这样子，知道吧？但是你这张是明显是假的这一张。这不会吧，老师？你帮我不，帮我好好看一下。你这张明显是假的，因为啥呢？这个
如果是真的话，它这个是有这个水印的啊。纸张呢，纸张也没有像这种，那你看这个颜色，而且这个纸张也是不对的，知道吧？这2万块钱不可能的啊！这2万块钱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你是真的淘到了，但是你这确实是假的啊，美女。如果是真的，20几万，这张是假的啊。然后你这张，你打个比方说这个啊，5分的，这张真的话也就不值钱，真的话也就6块多钱、7块钱这样子。但是你这个也是假的，你看，2万多块钱，我这样跟您说嘛，你这么一大堆啊，这么一大堆。这两张是假的，你帮我看一下其他。不，我先给你看啊，如你这两。这一套的对对对，能不能全部都是假的吧？这个是确实是一套啊，确实一套，但是这是三板的啊，这三板的真的啊。如果这样跟你说，这一套啊，这一套二板的人民币是吧？你2万块钱不可能淘到啊，那除非是人家卖家是确实不懂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吧，这一张啊。那意思就是我爸被骗了。对，这张啊，这张，宝塔山。正常情况下的话，这一张给你5000块钱，黄五也是5000，这种是红五的话，就是真的话就是2万到3万之间啊、哦。你2万块钱，一张火车头是如果是那个评过级的话，就是3-4万啊，评过级的话啊，这都没评级，这都裸票，这一张多少？这一张是8万多啊，苏三元啊。这都是假的啊！这是红衣跟这个黑色一元，深水坝，这一套都是假的，2万块钱想都不要想是吧？看这个啊，这个是车工的话也是那个学习用的学习币，这都是假的。这张车工的话也就在3000块钱，真的话就3000块钱一张啊，你这个。那这些你们不收的吗，老板？这个假的我们肯定不收啊，是不是？你这都是假的，这假的2万块钱，那你就等于花钱买个教训，是这样。所以说你下次买的时候啊，你们去要了解它。第一个，它纸张，你首先这个纸张它就不对，对不对？你看那纸张明显就不对。再说你像这种三号码好的3个8是吧？那你一张那一张，那这普通的3000，你这一张真的话就是一个在6000-7000这样子，你这都是假的，美女，你这个就等于花钱买教训了。所以说你这个你要不你拿回去算了，这个我们现在跟您这样说，你就是买错了，买假了。那你这里就只鉴定这个纸币是吗？如果真的话我们也收，但是你这都是假的，你拿回去吧，好吧？所以说就不好意思啊，好吧？看一下美女拿来的宝贝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不是我爷爷去世了吗？然后在他那个房间里面找到的。哦，哟呵，这个包的挺严实啊，这老人家这个去世啊，这个也比较那啥啊，节哀节哀。他那个老房子里面扒出来的。哦，那你这个好啊，这多少枚这是？这个是好像是9枚吧，9枚还是10枚？然后有一枚好像没有在我一二三没有在我身边，没找到。九枚啊，你这9枚我看一下啊。我听我爷爷说过，以前他在世的时候。那你这一枚，你这想出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以前听我爷爷说过，这是一套的，一套里面有十个是。这不是一套，它是个按年代收的是吧？你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棱角啊。这是真的啊，这个一枚，这个给你。他说放到现在可以卖了800多万。800多万是加上是这9枚这个东西，还是加上这个纸币？不加上纸币，就这些。就这些是吧？对，我就是过来。那我先给你看啊，你这个，值不了那么多啊，值不了。这个光绪元宝，这个给你做到一个8万块钱吧，这个。这个给你按8万走啊，一枚8万吗？啊，这个给你按8万一枚啊。这个是民国3年的啊，3年的这个一元，这个品相还不错啊，品相不错，保存的不错。这个给你按这个按6.5万吧，
6万5吗？对，给你啊，6万5，你看行吗？这个不是一样的吗？不不不，它不是这个银元啊，它不是说每一个年份它都是那么多，知道吧？行吗？这个我看你俩，我然后这个的话贵一点，这个是弘济这个纪元中华啥帝国是吧？这枚贵一点，这枚给你12万，这枚。12万。啊，这个枚给你12，然后。行，你帮我看一下其他的。这个给你按6万5，这两个差不多啊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啊，3年跟6年是一样的。这个是10年的便宜点，10年的也就给你按5万块钱，这给你按5万，然后5年的，然后一个比较久一点，元年的贵啊，元年的给你10万啊，元年的这枚给你10万，好吧，这枚给你10万，这个5年的给你按5万块钱啊，4年，然后这个是这个贵一点，这个给你按8万6。8万6。嗯，对，这就给你按这个6万吧啊，好吧，这也没给你按6万啊。那这是给我爷爷在世的时候说的800万，这错的多呀。先看嘛，然后你不是还有还有？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纸。啊，那你这几张保存的挺不错啊，这张是啥？这个？哦、这是一版的那个纸币啊，这是几张啊？这是5张啊，4张，一张看啊。这个是耕地，民国38年的耕地，也就是1949年的啊。这一枚给你按6万，这你按6万啊，这一枚，这是1000元的面值，对对对，按6万。然后这个贵，这个是一板币的8大珍品之一，这一枚这个是牧羊图，5000元牧羊图，给你按25万吧。25万。对，25万，51年出发行的啊。你看行不行？行，你这个有点污渍啊，这有点污渍，好吧？这个给你，这个钱塘江啊，这个钱塘江也给你按这个1000元面值走吧，跟你这个价钱一样，好吧？行，这老板就是实在啊。不不，你既然来了，就是咱家是不是都是知道，都是了解过的啊？行吧，这是钱塘江大桥这个啊。这是秋收啊，秋收的话会贵一点，这个给你按这个多少，按6万8吧。6万8。对，这个给你按6万8，这个是1000元的面值啊，这个叫秋收。你看这几枚，这个你要是同意的话啊，就是价格合适的话，你要出手的话，你看要不要出，要出的话我就给你算一下，我给你转账行吗？那这样吧，老板。本来这是一套的，这本来是一套的，然后你把这个纸币给我收了，然后这个铜元的话是一套的，有10个，我那你回去再找找，把那一枚找到，好吧？啊、行，那这边的话，我就先跟你这样估，好吧？对，好。行，那我这边就收了啊。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给我强烈推荐，快来试试吧。你好，你来收吗？这是啥钱？你还在这纸包上了？你看一下吧。哎呀，这是第4套的连体操啊。对，人套不着啊。这有手套戴，这碰不了。对，你讲啥就那么买一台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嗯。然后帮你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证书。啊，首先这个证书是对的啊，连体操。你再看这个，对，它这个是1毛、2毛、5毛啊，5块到10块，对，这人炮啊，那你们这超是怎么弄的？啥怎么弄的呀？我说你怎么来的超？你这收不收多少钱是公司的？他这个吧，因为他说涉及的金额比较大，如果说正规的来的话，我可以要。我觉得这东西我怕你们不是正规来的。哎、放心吧，我肯定不是正规，咱是行当来的。这个张满超是那个我姐的，我姐我们是工程款抵来的。那当时定了多少钱呢？当时这价格40多万呢。嗯，现在这价格的话，当时因为可能是你们定款定的太高了，现在价格可能达不到那个钱。那你要现在不给，你要不定这价不给人也不给你钱，那没办法了。你这样吧，现在的话，这个市场回收价的话，大概在32、3万吧，应该这样。
能不能高点了，老板？这个价格可以市场经理随便问，我给你的价格应该是开的是最高价格的。姐，你看，给你三十二万的话，能？你当时爹花四十来万，嗯，便宜点钱。这个品价还是品价可以，没有班，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，你要不然的话我看你们市场，估计你们也走了一圈了，价格应该也问的差不多了，问了几家，嗯，这你也知道我们这多少钱来的了，你这那个定量价格也高，那你再给我加五千吧，姐，你看再给咱们加五千，你这样吧，你加两千块钱得了，就是三十二万二吧，三十二万二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能用，我去巴尔公司卖这东西，所以说价格稍微给你加点钱也无所谓。那我们这也赔不少啊。那你这个没办法，如果说你要是早认识到我的话，在我们这买的话，你可能用不了那么多钱。那你能给稍微点就行了，那就这样吧，给你吧。嗯，行，有卡我转卡吧，好吧。好嘞，转卡就行了。嗯，好。